这位同学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全世界有相当数量的净宗学会，他说请问师父，什么样的条件才有了才有了是吧？什么样的条件呢？才能由师父常住组织共修啊？这个师父大概是称出家人啊。那师父说不要搞道场，请问没有道场怎么共修？这个不要搞道场是对出家人讲的，不是对在家人讲的。希望在家人搞道场，出家人不要搞道场，就等于说是希望出家人办学校，这个在家人办学校，出家人去教书，这样子把它分开就好，所以出家人弘法，在家人护法。